对对，我吃辣，我会辣椒。
随时开始啊，还可以，王嘉文吗？这个口气是大的，我的还是那个，刀也没管。我想的坚持一定要注意停顿，停顿是最重要的，明白吗？加油，加油，加油！哈哈，师爷给我加个油呗，加油，加油，加油！好。那更没力了，今天都没起。这些过激的，或者尊一点，可以激活，但是不能放。练腹肌吧，就有点核心一点。咱们来打球的时候，还是跟刚才一样啊，三四就开始啊。有点猛了。真好猛！试一下我的小温存的。回来那种丧尸秒进入状态，就是之前聊的天在这里，我们先聊的天的人。前面还在叫。啥呀？看这个了呀？对，拍前面的部分。我真的死嘞！前面这个好帅。犀利的笑声在送送往上送往上送我知道他拿了那什么那什么别补班了来！哦，中！
你要唱假声吗？你要唱假声吗？我是唱假声。今天又是个天。咱们实录的时候也是在把状态第一段很好，第一段很好，我已经开始看了，然后第二段。小张开始的时候藏来吧，来吧，就是他这边。我刚刚那放不了。服务员，什么？还是他来？对呀，他来。刚刚自拍的时候有啥小技巧可以分享一下吗？手机呢？没有什么小技巧，瞎找。不是这么大气。这有点奇怪哦。掉下来了。没有，看不到，我不能这样跳吧。咱们插根把光调，然后小哥看一下。一个亮的，没有人，没有亮的。你抓你的构图。在哪里啊，老师？没有亮的，刚刚。我给你看哪儿，他说没有一个亮的。还在找。几次？ I'm moving slowly in the water.太渴望有观众的舞台了，我抓不住了，有点。有观众就有激情哈，就是能从，就是真的感受不一样。这真的是放，直接就开始狂跳，就是那种感觉世界要末日了。男儿哥。真的。男儿哥。男儿哥跟之前那个。我们之前那个在重庆的舞台也是太爽了，又就有观众都真的完全不一样，真的，哎。
好吃啊。老师您灌一下呗，就是不用考虑我体力问题，就你怎么好怎么来。好，谢谢，感谢。但是老师稍微等一下啊，再来一遍，最后一遍了，然后就接我们成熟的，辛苦辛苦，在现场稍微放一下啊。我们的女 dancer 老师，谢谢，就是入画。对，要玩这样啊，上一遍力量的东西都很好，这一遍我们给的更多的是细节的东西，比如他的手从你脸上划过啊，或者是一些小的动作方面的啊。录这个舞台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有无数个，比如说但你刚刚说了一句不用管我体力，所以就管最好效果。我肯定想做好。这句话真霸气。但我是真的，我感觉我能跳，但我又跳不好，没办法，缺了观众真的有点不一样。这也真的太能，太能，就是我也有观众，有观众我的张力真的很可以啊。还有劲儿吗？我说没劲儿，我能不唱吗？哦，给你口中看点吧，给你烤点烧烤啊，来烤串吃呗。我先帮我看一下。我拍啥了吗？你哥死去了吗？你哥去了吗？啊，不用。一切莫问金甲子贵州男子身，天地不问金风的只愿你快乐成这一生，岂止爱和恨，总比莫问不求尊，还可为家人。来，现场准备再点了，好，对，赖老师你小心啊。我这个地方跑得好奇怪。你要跑快一点。我这就是地太滑了，不好跑，你知道吗？从我跑那开始看。因为这个音乐，他喝了水，在又得看。就是出动进度上去了。好，上战场，上战场，家人战场，家人战场。家人战场。所以把我刀了是吧？对，把你刀了，刀你的事。我是今天晚上的狼人。啊。睡了一下，不知道帅哥。帅哥。来。刚刚说染头发，我看，好看吗？哦，好看，好看，好看。嘴巴动一动，做撅脸，对对对，对对对。好，来了啊！哎，好看，帅。到了，帅哥的身影。多少斤？到了，啊，好看。哎，好看，可以出片了。哎，好看，哇，好帅，回来再回来一点。下个陷阱真的吗？老师胡子也长皱纹，皱纹呀哥，老师胡子也长出来了。皱纹，是吧？怎么没有知觉了？啊？那一瞬间没有知觉了。我待会儿也是。还差四分钟，七点。
哎妈呀，还有两个小时我就上课了，声乐课还是又要继续唱。来，单人双人，双人。文歌优选，成功人士的选择。你们这个装扮反而很搭配的感觉。应该的吧。波哥，波哥，求助！什么？不行，我来自己把它放进去。选哪个？这个耳返。现在不行就用点力。后面是扎进去的还是啥？扎进去。应该进去了。好了。好了。完了，插反了。啊，对。然后哎呦！听到一声断裂的声音。你来吧，我发现这个蛮力解决，容易把它冲开。真的听到了断裂的声音。K 老师，你看 OK 吗？喂，喂，喂，那个现在是多少岁的你扮演的？觉得其实就是一年前，但是他们给我设定的是18和20，我自己给自己的设定是18和17。有什么区别吗？比自己设定的？你体会吧。塑造人物嘛，要从自身所能够感受到的东西。我这个其实都不算塑造，就是我自己，就是一年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在变化啊，或者那是心态上还是就是造型上的变化，其实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变化，所以说我觉得造型都没有必要太大，只为了做出一个有这样一个对比，然后才把造型做得稍微变化大一点，分析也好。小赵，少年是左手拿麦。啊，谢谢啊。来，没关系，抱歉，来来来，再来。对，我们刚好修一下发型，稍等。5、4、3、2，是左手拿麦，是左手拿麦。来，稍等，稍等，怎么？来来来来来，好，这边是带感觉交流的，他站在你跟你的山顶山尖的那个位置，山顶。刚才你对对 对, 对，他是。相互而至的，对，自然一点的互动啊，信念感很强啊，哎，信念感啊。这我打工作人员不太好吧？打得好，给他磨了点。舒服吗？精神。舒服就行。我明天自己睡不着，我就往墙。大伯。回家睡不着就敲他，然后对入眠。撒粉了？没撒过。没撒过，浇一下。
在下面，这个发捏不住，捏不住，十几年，十几年，有点多，手机捏就成块了，待会儿扔了，扔了。别要不要吃点盐水？吃点盐水吧，它现在好涩。好，好点没？好点了。再吃。有拍吗？大家全部变了一个样儿。还行。还可以，下次弟弟下次。来 ，Q 戏曲演员。清风吹，没有月亮中的金星。好了。的生命也能爱你奔跑，一生满河逍遥，与君微笑相。我看你的时候你没看完，真的吗？我看了你好多次。我看了你，我边弹的时候边看你，是吧？边弹的时候我确实。对呀、啊，我就一直在看他。一直在找找那个。像这种歌不左右，它太单调了，全都是左右。是的。